宜兰大小事。听众朋友好，我们宜兰县是全国唯一一年只收获一期稻米的县市，所以宜兰县农会特别打造宜兰严选米品牌。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宜兰县农会总干事陈志明来到节目当中。总干事好，阿母也好，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赶快来告诉我们今年宜兰严选优质米的战况。今年一开始有44位的农民报名，经过田间检测、农药残留检验、DNA 鉴定等重重考验之后，有17位的农民入选决赛，然后再由民众票选专家的官能评评，有壮围乡的蓝料益农友勇得冠军。所以能够拿到冠军真的很不容易哦。接下来就是颁奖典礼，今年还特别移师到外县市举办。没错，就在12月6号在新北小圆白举办颁奖典礼及拍卖展售会，我们的冠军亚军季军的严选米都会在现场拍卖，让全国各地民众更了解我们最优质的宜兰严选米哦。太棒了，谢谢宜兰县农会陈志明总干事的分享。感谢阿母呀，也欢迎听众朋友12月6号到新北小圆白支持宜兰好米哦。以上是今天的宜兰大小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